See the pyramids along the Nile. See the sunrise on a tropic isle. Just remember, darling, all the while,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ld Algiers.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胖，欢迎收看本期的基础玩家。因为前段时间很多小伙伴给小胖留言说，这个音箱不但放在家里面拿来听歌，还需要拿来看电影。然后就很多小伙伴也给小胖留言说，回音壁啊、家电影院等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底怎么样？那现在我们技术玩家呢，也搭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家庭影院的这个幕布啊、投影啊等等的，那倒是可以给大家慢慢的一个个评测了。首先我们来评测一下来自坚果的1895这么一款投影仪。我相信买它的朋友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好看，那它也是坚果曾经的一款旗舰产品，配合上它北美胡桃木的这个支架，放在你的家里一定是可以起到一种装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复古。那当然喜欢的朋友很喜欢啊，不喜欢的朋友那另当别论了。好，那来仔细聊一聊它的参数，两居加16G 的一个配置，在现在来说也算是一个主流了。它这个内存呢，主要是给它里面自带的这个应用所服务的，它不像这个索尼啊，有一些这些啊，爱普森啊，他们没有那些东西的说法，因为他们自己内部是不带应用的。我相信带应用对于中国的小伙伴来说非常的友好，因为我们在手机上看惯了什么优酷啊、爱奇艺啊、腾讯啊等等的，所以呢，拿到这个投影机，我不用接任何的线，我只需要连上家里的网络，我就可以看电影了，而且还有 4K 的片源，不是吗？所以非常的方便啊，不像以前什么 DVD 啊、蓝光啊，现在都不需要了，只需要在网上看就行了。它有两个机械的表，它是显示 CPU 和内存的一个使用状态，以及侧面有三个旋钮，它也是可以控制机身本身音箱的高中低音啊。听说这个音箱也是个 Hi-Fi 类的这个喇叭，非常的震撼。以及它的两个拨杆，一个是开关，一个是可以切换不同的信号源。接口方面它也是有 HDMI 以及 USB 啊，光纤接口和耳机接口等等的都是有的，应应俱全。那蓝牙的加持可以让你把声音输入到不同的设备上，让你体验大片的感觉。好，来说一下这个整个电影机的一个质感，听说是几百道工艺去打造的一款非常精致的投影仪，感觉呢精致程度我们可以打一个70分，还有30分呢是有点松垮，我是有觉得有一点啊。机身外部是有皮质包裹的，以及它的这个金色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它曾经旗舰的这个身份。那它两个转盘是可以播放它应用里面电影的时候去转动的，那感觉上就是会觉得这个非常有逼格，非常的好看，不但电影好看，光看机子也很漂亮啊。那所以这个我觉得买它的第一理由就应该是好看。好，接下来聊一聊这个机器的具体使用感受啊。那我们看了很多网上小伙伴想买这款机器，但是有很多的诟病，我们来跟大家就这几个诟病去聊一聊。首先，1200流明的这个照明度是不是不够啊？理论上来说，在现在主流的机器当中啊，显得会比较低一些。但是这个是这样说的啊，如果是办公室用，如果是白天看电视用，相信流明度要越高越好，是吗？但是如果看电影，真正的像索尼的一些高端的那些投影仪，看电影的家庭影院专用的，比如说1万多的、2万多、3万多、4万多的，它基本上不会超过2000流明。所以是不是越高越好，告诉大家肯定答案不是。如果这个投影仪你只放在家里面拿来看电影的话啊，因为很多家里面是有电视有幕布，幕布是拿来看电影的，很多小伙伴晚上的时候啊，把这个灯光全部关掉以后看电影才会有感觉，大白天的把这个窗帘全部打开然后看电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对吧？所以投影仪拿来看电影一定是要求环境比较昏暗的状态下。那么1200流明按我们来说，我们来看了以后觉得是够用的，但是如果你戴上 3D 眼镜以后就会显得有点低了。因为 3D 眼镜会损失40%的光线，它跟电影院的
3D 眼镜是不一样的，工作原理上是不同的。好，第二个纠结的点就是1080和 4K， 这个1895呢是没有 4K 的显示分辨度的，但是它支持 4K 的片源去播放，它其实显示的分辨率只有1080，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920×1080，也就是 2K 的片源。那现在有很多这个2000、4000、5000的投影仪都是有 4K 的，那这个 4K 到底有多重要呢？这么说，如果大家只是在网上去观看一些所谓的 4K 片源，那我觉得那个 4K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我们平时拍摄的时候对这一方面还是比较有了解的。真正的 4K 片源一分钟差不多要达到1G到2G的这个兆数，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看 4K 片源，可能要达到100多G，甚至低一点的话啊，也要达到50-60G、60-70G的这个兆数，在网络的传输过程当中是不现实的。所以大家平时在网上看到所谓的 4K， 可能真的连正常的1080都达不到，都达不到。如果你平时真的是玩一些这些播放器的话，蓝光播放器，看正常的1080的片源的话，我觉得那个就已经要比网上的 4K 清楚很多了。我们做这个实验，我们把优酷所谓的这些 4K 的片源下下来，其实兆数就只有1G到2G的这个兆数，也就是它其实清晰度可能是够的，但是呢，它损失了音频，这个音频损失是最大的，以及它的帧数。人的眼睛一秒钟可以接受24张照片，这个连贯度啊，但是它可能变成了23张、22张、21张，那你看上去在大场景移动的时候就会有顿挫感，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 4K 分辨率有 4K， 但是你真的在网上看到的这些片子，损失了太多的东西了。玩播放器的那1080这个机子显示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它是全高清1080的啊。那如果真的玩播放器又玩 4K 的，那一个电影就达到了 100G， 那看上去更不得了。但这个机子是不支持的，它只支持1080。那对于目前基本上80%以上的朋友来说是完完全全够用的了。然后下一个点就是它的 WiFi 音响。他说他的声音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拿到这个机器不要对他的声音有太多的指望啊，声音还是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造型的投影仪它不适合放在你的正中间前面去播放，有些扁的它可以吊着上边或者放在底下，就在你的正中间打上去，那么声音是从前面传过来的，还可以了，麻麻得，但是这个应该是在旁边这个位置打过去的，那么你听到的音响永远是从这个位置出来的，你就只有这边耳朵听得到，这边耳朵永远是空的，很难过。但是我相信投影仪的喇叭再好啊，还是没有那种真正的音箱来的那个感觉好，可能你在电视前面放个回音壁啊，现在小米啊乱七八糟的这种回音壁都不贵，那就算是一个几百块钱的也会比这样的投影仪的号称多好多少喇叭要好太多了，那所以大家不需要去纠结这个点。然后 LED 的灯泡它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以及加上它不是那么高的亮度的状态下，相信它的时间应该会继续延长，以及这个投影仪它是1:1:1的放大，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在更短的距离内投放出更大的尺寸的屏幕，那这个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非常有用的。很多朋友的家里面长是很长，但是这个宽度啊不是很宽，基本上也就是到小一点的啊3米，大一点的4-5米，这个宽度也就差不多了。这个能在3米之内投射出120寸的尺寸，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够的啊。很多朋友这个买投影仪的幕布的时候都会发现，我是买80寸还是买100寸呢？建议大家啊能放多大放多大，因为那样才有沉浸感。很多人以前都觉得是不是太大了，我看着不舒服，不会。会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不会啊。其实理论上来说，在你可视的范围之内，就是你眼睛能看到的地方，最好是全覆盖。看电影的时候啊，那是一个沉浸感，并不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任何的影响或者是不适应。你看这个电影院1000多寸的屏幕，你坐在第一排，其实离得也不远啊，4-5米、5-6米的距离，1000寸，专家分析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不要被这种老思想
觉得哎呀，20寸够了，30寸够了，40寸够了，哇，家里面55寸电视很大了，你看现在85寸都出来了，是不是？100寸都很正常。所以你的幕布能装多大装多大，然后投影仪能投多大投多大，在你视线可见范围之内，最好全部都是屏幕啊，那样的电影的沉浸感是非常好的，加上你的音响5.1、6.1、7.1啊，全景声等等的都非常非常棒。OK， 这就是今天小胖跟大家聊的，来自坚果的1895，一款前几年的旗舰产品，那现在只卖到4000多块钱，在双十一我们买的还送了这个北美的胡桃木的支架，我觉得非常的划算，曾经是10000多块钱的价钱啊，那当时被种草了，但是没买，那现在把它买回来，价钱很便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基础玩家，那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哔哩哔哩以及淘宝达人给小胖留言，小胖会及时的回复大家，以及在优酷和腾讯都可以搜索基础玩家。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胖，下期再见，拜拜。